我在2017年以教育部的艺术与设计精英海外培训计划，到日本东京的武藏野美术大学进行一年的交换留学。在武藏野美术大学的这一年，我除了与他们的大三学生一起参与了三次产品设计课的产学合作之外，我还修了陶瓷、玻璃与金工的课程。另外也有幸可以选修基础设计系柴田文江老师的产品环境，以及坂东孝明老师的设计演习课程。而在这，我觉得学习到最多的不是做设计的技术，而是以人为本的思考方式，以及谦虚、懂得接受与欣赏他人意见的态度。这一年除了学校以外，我也体验了很多其他的事物，不管是旅游、玩乐，或者是实习与就职活动，我都积极地往外走，往不熟悉的地方前进，突破自己的舒适圈。而在日本的这些经历，帮助我往外拓展视野的同时，也让我往回看，令我更懂得去欣赏自己的家乡台湾可爱与美丽的地方。很感谢能够拥有这次出国的机会，而我们正源成果将在11月16号到11月21号在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展出，诚挚的欢迎您一起前来参与。